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欢迎的是小夜曲剧组，欢迎。是的，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中国女子偶像组合 SH48 的各位成员，同时也是网剧小夜曲的各位主要演员。网剧小夜曲呢，是聚焦了当代都市中在各种压力生活中的成长的过程。那他们要选择生活、成长和抉择，都成为了三明治青年，并且融合了都市、婚姻、情感、原生家庭、音乐、公益、互联网、社交等热门的话题，可以说是一部新现实社会话题的精品剧。再一次欢迎各位，欢迎诸位又见面了，欢迎欢迎。各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，是是是，来来到中间。两位先跟现场的朋友来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黄婷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林夕。好，那两位是作为这一部剧当中的双女主啊，对不对？两位对手戏演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对手戏就是我们的关系是，他是我的老板，我是给他打工的。那是为了你组建了一个乐团，对，他是我们乐团的老板这样。哦，真的，哎，老板和员工这样的这个关系在剧中是怎么转变的？平时是好姐妹的，凶一些？不，我们是情敌，对，还是情敌，又是上下级，那关系很难形容。那两位要不要现场摆一个可以传递你们之间情感的，来拍一张姐妹照，好不好？来，三、二、一。来，我们移步至舞台中央。好，欢迎两位啊。哎，与此同时我们也把整个剧组的是主要成员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合影好吗？来，有请我们整个剧组一起来一张合影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移至我们的合影区，给到我们媒体更多的时间啊！来，好，现在在我们红毯上的呢是我们的小夜曲剧组。是的，再次让我们感谢他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红毯现场，再次感谢黄婷婷、林思义、谢磊磊、吴哲涵、张宇格、王思佳、周兆云，谢谢他们。好，再一次欢迎各位，有请各位步入到我们的主会场，谢谢。接下来